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食物链，我是 Alex。 食物链主要是在分享低糖低卡路里高蛋白的美食制作方式，想要知道怎么做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接下来的内容，按下订阅继续观看我们的影片哟。你一定有吃过鸡肉口味的披萨，但你一定没有想过用鸡胸肉来当做饼皮的披萨是多么的美味吧。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鸡肉的表面上撒上盐巴跟胡椒，这边鸡肉如果不想切呢，也可以整块呢用保鲜膜包起来，再用重物压扁，压成烤盘装的进去的大小就可以了。然后接下来将酱料先搅拌均匀备用，蒜头、盐巴、胡椒、番茄酱，橄榄油，好了，烤盘上包上锡箔纸，那亮的这一面要朝上，再涂上一些橄榄油在它的表面。现在就可以放上鸡肉片，再把调味料涂上去。好，好，放上底料，今天是准备这些配料，也可以换成其他类型的也可以。好，最后再撒上 cheese。 好，接下来用小烤箱烤10到15分钟。感谢各位的收看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以及打开小铃铛通知，我们每周四晚上9点都会推出新的影片，跟着食物链一起吃得健康又美味。